2018年的台中花博是我们台湾获得国际组织的高度肯定，来举办世界级的博览活动。这是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跨出的重要的一步。我也必须要说，我们抱持的是一个很高的期待。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台湾的园艺技术、农业、文化、社会科技等各方面的成果，还有这些年来台湾从办理这项国际活动所累积的经验所带来的成长，也都能够借由这一次的台中的花博，让台湾的人民、让世界看得到台湾的进步。因此我们也期待未来台中花博的记忆不只是台中一座城市，而是中台湾甚至于整个台湾能量的展现。我们更期待有更多的参与跟合作，让跨县市、跨议题甚至于跨党派的能量，可以在2018年的台中花博有最好的发挥，一起让台湾在世界上能够发光发热，创造最大的效益。那么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推手，我们一起努力实现这个目标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